实习的时候，我在学生周报，然后他们叫我写一个专栏，然后我就随便写，然后连任名字都不敢放，我就写比较觉得啊有文艺的，我就放的名，那个是瘦子，哪里就在专栏一刊登出来，然后那时候很多人都写信嘛，然后我们收到很多读者的信，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一大叠信，很多很多信，我都来不及回都没有回。其实有时候，我觉得写作跟做出版社，有趣的地方就是有点像赌博，向下注，你不知道他会卖的多少，你不知道他好不好，我也不知道说那边东西突然间哪里知道会卖的多少。